这个灯泡呢，也可以是更换自己喜欢的形状。这个灯泡我个人比较喜欢，是因为它的照明就像一个飞碟一样，像一个飞碟一样。它的操作方式呢，其实就很简单，跟我们其他木头灯的系列大部分都是一样，就是这样把插头插进去，然后调整它的触控开关，然后调整到比较亮度，摆在自己喜欢的地方就可以了。那为什么我们这个铁牌呢？为什么是001号呢？那是因为，就是因为这个作品啊，让我们决定我们要分享，跟各位分享我们这些创作的想法。所以这个灯基本上一号这个灯是不会卖的，就是会用来当我自己个人的收藏品。好的，那基本上这个介绍到此。那这个地方呢，它这个是故意切一个斜角，让这个比较重的水龙头可以跟桌面平行，它就不会晃动。那帮各位看一下360度就是这样。那这个是我拿来画线做记号做后壁的，是出厂的时候是不会是这样子的。好的，今天这个水龙头灯为各位介绍到此，谢谢。